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三，天气呢应该算是一个阴雨天吧，晴时多云偶阵雨，哈哈。今天为什么一大早就先来拍摄呢？这是因为银海银瀑蛮明显的。那其实我们这边也不能算是银海，它比较像是我们讲的山岚啊，因为你可以发觉前方呢这个飘起来的云雾呢其实是山岚，也就是说因为温度上升了，所以那个地底的水汽呢就往上飘起。那昨天呢因为雨势还蛮大的，所以现在你可以发觉我这边呢整个都是一个山岚，这个山丘之间呢蒙上了一层白白的雾气啊，更显得有如仙境一般。好了，这是我们一大早起来的景象，等一下呢还是要去巡视一下农场，毕竟这些菜苗被这个雨水这样狂轰滥炸以后呢，要去看看到底还能不能存活下来。OK， 走咯。这边是我们实验菜园子的西边啦，比较有东西可以介绍，因为最近是丝瓜跟南瓜的生产旺季，所以对这边的介绍呢就会比较详细多一点，因为有丝瓜可以采收嘛，所以当然都会多看它几眼，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烦，因为农夫就是这样子，哪边有收成哪边就会多一点关心。那这边的丝瓜看起来呢今天好像也没有很多的母瓜开启的样子，但是前几天呢是套了一个丝瓜在前面应该是还不错。那今天下雨天，所以公花开了倒还好，母花没有开也还好，因为母花下雨天开呢要授粉的成功机会呢就会比较小一点。这是我们的丝瓜。那最近呢丝瓜的小苗呢也长大了，那这也意味着呢可能又要来帮他们牵引一下，让他们能够爬上上面，这样才有办法结果。OK， 这是我们的丝瓜，等一下我们再往前去看南瓜咯。南瓜呢也开始开了很多的花，但是大部分都是公花，今天倒是没有看到母花的踪迹，但也好，因为今天下雨天如果有母花呢也是挺麻烦的，而且前几天呢也发现它并没有母花的花苞。 OK， 这是我们第一颗的南瓜，也在西边这边第一颗南瓜长在这里，我们再继续往前，这边总共有三颗南瓜顺便呢在寻找这个南瓜的过程里面呢也可以顺便看看有没有母花的花苞的产生，如果有的话呢就要多关注它一下。那我们来继续往前，妈妈你有看到母花吗？有，没有开啊。哦，在哪边呢？这是我们第二颗的南瓜在这里。好，我们再去找第三颗，现在已经授粉成功了，它坐在瓷砖上面。这一颗是我们的第三颗。OK， 妈妈在哪边？对呀。我们跟着泥主来去找我们另外一朵母花在哪里。走了。那颗算不算成功吧？那一颗算成功吧。在这里，我们有，这个应该算是还不错的母花，有机会哦。这可能在两三天吧。
OK， 好了，这样终于有第四颗的感觉啊。这个应该是算成功的，因为它长大了，而且它蛮翠绿的，所以应该算成功。OK， 这是咱们的南瓜，不错了，这已经有将近要迈入第四颗了。OK， 今天我们要来欣赏一下啊，这个田龙竹。为什么要欣赏呢？因为田龙竹呢最近已经长高了，到这边了，它已经即将穿越它的母株的高度啊。这边让大家先欣赏一下，这是它的长出来的子株，已经越来越强壮。那等它超越它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帮它做正式的介绍。那今天只是告诉大家，我的田龙竹呢，它的子株呢，已经即将超越母株的高度。OK， 这是我的田龙竹，扦插的田龙竹，终于存活的一颗，仅存的一颗。今天十分关心的菜苗，前面是莴苣，后面呢是小白菜。看起来蚁虽然很狂野的打它，但它还算是不错了，还没有全军覆没的感觉。太阳出来以后应该就会长得更好。那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叫硬菜，空心菜吧。那本身来讲也还不错，并没有被大蚁呢打翻，但还是有一些爬倒的，那可能也是没办法。过几天我再请泥主来跟他采收一下。那这边呢是我们刚播种的这个圆叶莴苣，也还不错，没有全军覆没就算不错。那芦笋呢，本来就不怕水，它只要排水好一点也就 OK 了，所以芦笋就没什么好在意的。这边的苋菜可就没有那么好，因为苋菜呢，娇生惯养太久了吧，就雨水来了一打它就趴了，但也还好没有全军覆没。它长新芽的部分呢还好，但是新长的是不错，但是原本长的就比较差一点，就被雨水打翻了。那老的这个苋菜呢应该还好。那我们的小黄瓜跟牛番茄倒还不错，尤其是牛番茄呢，第二层跟第三层呢已经陆陆续续的在开花，那感觉就非常的不错。那爬到上面来的这个小黄瓜也是让我非常喜欢的，因为它就这样一朵一朵的开，实在是很美很美，感觉就是很爽的感觉。那下面这一排呢，小黄瓜呢已经采收告一个尾声，接下来就是在这个行架上面的小黄瓜了。那总共五颗呢，它本身来讲每一颗还是很有经济效益的在开花结果。那下面的牛番茄呢也还不错，已经顺势长上去，尤其这几天呢也陆陆续续的在开花。那这个开花的过程呢，只要天气稍微已停了，或许呢蜂儿们出来就可以帮他们授粉了。 OK， 这是我们家的这个农场的一些菜谱的一些状况咯。这是生态农场的另类奇观，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个非洲瓜牛的交配。这个在下雨天呢比较容易发现。那你觉得哪一个是母瓜牛呢？哎，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反正我还不是动物学家，但是这也是挺好玩的。那感觉上母瓜牛会比较大，男的瓜牛呢会比较小，所以我研判应该是下面的是一个雄性的瓜牛。OK，